新疆吐鲁番喀孜汗清真寺，非常漂亮。狼，新疆吐鲁番市回民历史文化街区，这里有一座百年老宅，160年的历史了。烟囱，历史悠久的木门。当地的建筑都是土质的建筑。吐鲁番气候干燥，所以当地的房子都是就地取材。这座古宅是吐鲁番市的历史文化建筑，进去参观一下。小猫咪，你们家可以参观一下吗？可以。谢谢。啊，传统的维吾尔族庭院。上面有天棚，用来遮阳的。下边有一张巨大的床。可以用来纳凉休息。烧炭的灶，用来烧水。里边有一口古井，现在已经不用了。这里现在成了杂货间。上面还养的鸡。非常漂亮的大门。这是主要建筑，卧室、客厅都在上面。庭院，夕阳西下，洒在这些粘土的老房子上，很有历史的沧桑感。小巷。红色的漂亮大门，上面是玻璃马赛克的汉族风格黄山迎客松，下面是维吾尔族特色的大门。这家也是优秀历史文化建筑，门不大，进来之后过道非常高，主人非常爱花，家里种了很多盆栽植物，非常漂亮。上面是假花，家里边停了几辆电动车。庭院的主体颜色是明亮的蓝色，非常漂亮。上面有。
自来水是来自天山的雪山融水，天然矿泉水。主人热情地邀请我上楼上参观。木楼梯可以走上来。上面的顶是平的，啊，木头的房顶。上面还有几个床。非常漂亮。我们来参观一下老夫人的卧室。传统的维吾尔族风格的土炕。有点像陕北的窑洞。非常干净。一只小猫咪。主人家这边还有一进院落，这边摆了很多老物件，收音机，老式的茶壶，啊，这是镐头，啊，这个是搓萝卜丝的搓子。这边的院落，啊，也是蓝色基调为主。这边是主要的卧室，都在这边，啊，非常漂亮。烟筒，这家有几个老人在聊天，进来参观一下。葡萄架。葡萄下边有一个凉床，纳凉的木床。到家。啊，好多葡萄啊！这里是一棵100多年历史的老椿树，春天可以吃香椿了。这个房子是主人家100多年的老房子，前面摆了好多花，主人很爱美的。后边造的是新房子。天色逐渐暗了，回城历史文化街区就参观结束了。